十三爷，其实青草，我要你去帮一个人，这个人只有你可以救。十三爷，请说，奴婢定当竭尽全力。他就是福晋，怎么可能还没有死？他就藏在我今天去的庵堂中。你不信啊？福晋不在庵堂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他为什么不能在庵堂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？奴婢。 福晋是奴婢和四爷一起救下的。什么？福晋被赐死前夜，我在太药川的正庄中缝了防火的雾蚕丝。我知道四爷有心想救福晋，便助他一臂之力。当日，我为福晋端上毒酒时，加了四爷给的药粉，并造成福晋假死之状。四爷更在盖世簿上做了手脚，我们才得以成功救走福晋的。 居然瞒着我做了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正是因为危险，奴婢担心十三爷关心则乱，当时也是情况紧急，我们只能冒险一试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，就让小薇一个人在外面漂泊流浪吗？四爷救下福晋，这是不能泄露。且福晋因饮下了毒酒，命悬一线，我们三缄其口，是怕救他没成，害十三爷空欢喜一场。 至于福晋为何在庵堂出现，其消息是不知。按理说，他应该在四爷的病院处调养身体。四爷曾答应。好了，不必再说了。小薇她一个人受了如此伤痛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小薇立刻接回来，其他的我都不在意。 Que se quieran envolver. No me pregunten que cómo diablo lo hago, solo prueba esta mierda para que sientas el poder.